好，我要来喽。主人，这是你的餐点，那我们一起来试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吧。猛诶猛诶，啾！不要说什么啊，不允许女人轻易把裙子掀起来，这个我就不行了。不然怎么女人现在把内裤脱了，这个我也是不行的。要起码是合理且合家观赏的。你要我对你凶啊，骂你啦，羞辱你啊，对你讲一些你真的蛮希望是另一半要对你讲的也行啊。我不知道那个位置我可不可以耶。准备好了。哎呦。是一不小心就要下班呢，最好是可以这样子，这样我要怎么做？哎呦，一只脚就好，好不好？呀，去你的四十，让我踩！不行，娘子，我要抽筋，我要抽筋了。台主，台主，我要温柔的叫我起床。太太，快起床，上班要迟到了。太太，快点。赶快起床，快，快点，起床了，快点，起床，快点起床。这就是要跟平常有点反差。有没有人想要被我飙三字经的？再不起来嘛，就只能一次，都不要起来，都不要起来，都不要起来。主播零二幺可以吗？可以啦。但是我没有，我看一下零二摇开头。哎，我不太会，可以了吧？越来越奇怪，因为我有点找不到那个感觉。我第一次跳，我真的是第一次跳。瓦乌姆的啾啾力长怎样啊？核心要做这个啦。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裙子可以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 ，pose。我刚刚真的有做到，哎，好丑。我刚刚真的有做到哦。pose。刚才问完可以地图帮我骂聊天室吗？不能骂你，是要骂聊天室哦。对，聊天室，所以是聊天室的每一个人哦。聊天室的大家一起扛了哈。操！聊天室每天就只知道看哪一台，还要去玩过那边台，怎么看人家摇来摇去摇来摇去，是怎样？没看过这么新鲜的腿是不是？妈的，干破！操！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可以指定十句话吗？可以，来吧。等，皇上是想要干嘛？皇上是想要干嘛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吧，你是故意在那边打嘴炮。我没打嘴炮。好，你从。所以我现在在高雄吃麻油鸡，然后我要开车子，我开去高雄吃麻油鸡，然后开一整个晚上。你从桃园，你从桃园新竹，好，你从桃园新竹要开车吃麻油鸡到台北。他刚刚还偷笑哎，就这样了吧，就这样了吧，毕竟是皇上嘛，要来了。我从桃园新竹，明明也很累，累啊！你不能这样子哎，对啊，龙心大悦，这脸部表情怎么用？啊，应该可以，来喽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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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吧？他这个组哎，真的也是这一只手哎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不起，错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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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我们上一次过年的时候有帮大家拔几个杯哦，我们有请他们提供杯啊。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善男觉得好像需要请示一下提供杯啦。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善男邢爱阳，他前阵子跟母羊座的女生告白失败了，到底还有没有机会？还可不可以努力试试看一下？提供杯啊，请支持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是音杯哈，她不是你老婆，好不好？那个钱要省下来，花对对象，表情要到位哦。我这不是，这演出来才知道到不到位啊。第一个是，呵呵呵，我要吃热狗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，师傅救我啊。好，要来喽，我要吃热狗啊，师傅救我。这个到底要怎样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没有看懂这张图之前，我觉得我可以演，但是我看懂这个图之后呢，我觉得不能演。前面不是说不能演色色的东西了，你还叫我？对，他是 BL 的港漫啊，那就再跳一次 Diamond Night 的副歌就好。女仆帮是有范例吗？因为我没有去过女仆餐厅。好，我要来喽，海发主人，这是你的餐点，那我们一起来试让食物变好吃的魔法吧。猛哎猛哎，啾啾！我也是可以当硬汉猛硬汉女仆哦。不是猛哎猛哎，是猛哎猛哎，猛哎猛哎啾！自然来喽。我想跟他同步哎，我有跟他同步到吧？我现在正在看你们很常提到的 Berry， 年纪太大不太能看这个哎，很晃啊！哎呦，不对哦，有差别吗？是手要放在前面是不是？哇，他坐起来很漂亮，坐起来就是公狗哎。这样子呢？这样，我也笑死了。对，这个是最后唱这个。告诉我，小林，你有什么兴趣？什么动物吗？什么动物？哪一种？哦，一般的狗猫吗？天竺鼠、老鼠。好，来喽。问得好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空手道部门。不过要先经过选拔，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，绝对不会接受垃圾的。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现在实况都在图奇进行，所以快到图奇搜寻 RABY7721 瑞比列车长，欢迎大家追随和订阅，订阅者还可以进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玩哟。